第十一题，呈上题，若想知道杨俊翰在终点的运动快慢，则需测量以下何者？我们晓得运动快慢指的就是速度或者是速率，在终点表示它是那个瞬间，也是瞬时的速度或速率。那么我们前篇告诉我，它是在第十秒的时候到达终点，所以我们就要测量第十秒的瞬时速度或瞬时速率。所以第十一题我们说，则需测量以下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第十秒的瞬时速率。